World Quang Tao Headquarters, Pauli Li, 2006年12月28日。一，论语，学而第一。林子曰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有子曰，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先矣，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弟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。
子曰：巧言令色，先以仁。林曾子曰：吾日三省吾身。为人谋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子曰：道千乘之国，近士而信。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林子曰：弟子入则孝，出则弟。谨而信，泛爱众，
而亲仁，行有余力，则已。学文。林子夏曰：贤贤易色，是父母能竭其力，是君能治其身，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，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林子曰：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。主忠信，吾有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林岑子曰：慎终追。远明德归后矣。林子勤问与子贡曰：夫子至于是方也，必闻其政，求之与亦与之与子。贡曰：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，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亦乎人之求之与。林子曰：父在观其志，父没观其行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林有子曰：礼之用，何谓贵？先望之道，斯为美，小待由之，有所不行之。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林有子曰：信敬于义，言可复也；恭敬于礼，远耻辱也。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宗也。林子曰：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矣。 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 Pauli Li 2006年12月28日。二，林子贡曰：贫而无产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子曰：可也。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子贡曰：诗云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其斯之谓与？子曰：赐也，始可与言诗已矣。告诸往而知来者。林子曰：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为政第二。林子曰：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林子曰：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。林子曰：道之以政，齐之以行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林子曰：五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林孟义子问孝，子曰：无为，凡时欲。子告之曰：孟孙问孝于我，我对曰：无为。樊迟曰：何谓也？子曰：生，视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；祭之以礼。林孟武伯问孝，子曰：父母为其疾之忧。林子游问孝，子曰：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，不敬，何以别乎？林子夏问孝，子曰：色难，有事，弟子服其劳，有九十，先生传，曾是以为孝乎？林子曰：吾与回言终日，不为如鱼。退而审其思，亦足以发回也，不愚。林子曰：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受哉？
人焉受哉？林子曰：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林子曰：君子不器。林子贡问君子，子曰：先行其言，而后从之。林子曰：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, Pauli Li, 2006年12月28日。三，林子曰：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林子曰：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林子曰：由未与知之乎？知之谓知之，不知谓不知，是知也。林子张学干路。子曰：多闻缺仪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；多见却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讳。言寡尤，行寡讳，路在其中矣。林哀公问曰：何谓则民服？孔子对曰：举直错诸罔，则民服；举罔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。林季康子问：使民尽忠以劝，如之何？子曰：临之以庄，则敬；孝慈，则忠；举善而教不能，则劝。林或谓孔子曰：子奚不为政？子曰：书云，孝乎？为孝有于兄弟。师于有政，是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？林子曰：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翼，小车无辙，其何以行之哉？林子张问：时事可知也？子曰：殷殷于下礼，所损亦可知也；周殷于殷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其祸既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林子曰：殷殷于下礼，所损亦可知也；周殷于殷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其祸既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林子曰：非其诲而继之，谄也；见义不畏，无勇也。八义第三。临孔子谓季氏：八义侮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临三家者以雍彻。子曰：相为辟公，天子穆穆，悉取于三家之堂。林子曰：仁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仁而不仁，如乐何？林临放问礼之本。子曰：大哉问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；丧，与其易也，宁戚。林子曰：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王也。 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, Pauli Li, 2006年12月28日。四，林季氏旅于泰山，子谓冉有曰：女弗能救女？对曰：不能。子曰：呜呼！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？林子曰：君子谟所珍，必也射乎？揖让而生，下而饮，其真也君子。林子下问曰：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炫兮，何谓也？子曰：会。事后素曰：礼后乎？子曰：其与者伤也，始可与言师已矣。林子曰：下礼，无能言之，岂不足真也？殷礼，无能言之，讼不足真也。问：陷不足故也，足则无能真之矣。
林子曰：弟自既贯而往者，无不欲观之矣。林或问弟之说，子曰：不知也，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，其如是诸斯乎？指其掌。灵既如在，既神如神在。子曰：吾不与祭，如不祭。灵王孙贾问曰：与其昧于傲，淫昧于躁，何谓也？子曰：不然，或罪于天，魔所导也。灵子曰：周奸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？吾从周。灵子入大庙，每事问。或曰：孰谓周人之子之礼乎？入大庙，每事问。子闻之曰：是礼也。灵子曰：射不主皮，未立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灵子共欲去告朔之细阳。子曰：四也。尔爱其阳，我爱其礼。灵子曰：事君敬礼，人以为谄也。灵定公问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孔子对曰：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灵子曰：关雎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灵哀公问射于宰我。宰我对曰：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薄，周人以利。曰：使民战栗。子闻之曰：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 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 Pauli Li 2006年12月28日。五灵子曰：管仲之气小哉？或曰：管仲简乎？曰：管氏有三规，观氏不涉焉得简？然则管仲之礼乎？曰：邦君数塞门，管仲亦数塞门。邦君为两君之好，有反殿，管氏亦有反殿。管氏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灵子与鲁大师乐，曰：乐其可知也，始作息如也，从之唇如也，脚如也，意如也，以成。灵仪封人请见，曰：君子之志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从者见之，出曰：二三子何患于丧乎？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，天将以夫子为物夺。灵子谓韶：敬美矣，又敬善也；谓武：敬美矣，未敬善也。灵子曰：居上不宽，谓礼不敬，临丧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礼仁第四。灵子曰：礼仁为美，则不处人，焉得之？灵子曰：不仁者不可以久处，曰不可以长处乐。仁者安人，知者利人。灵子曰：为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灵子曰：苟至于仁矣，无恶也。灵子曰：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。君子无忠实之兼为。仁，造次必于事，颠沛必于事。灵子曰：我未见好人者，恶不仁者。好人者，吾以上之；恶不仁者，其为仁矣。不使不仁者，加乎其身。
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人矣乎？我未见力不足者。盖有之矣，我未之见也。林子曰：人之过也，各于其道，观过斯之人矣。林子曰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林子曰：是至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义也。林子曰：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事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彼。林子曰：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；君子怀行，小人怀惠。 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, Pauli Li, 2006年12月28日。六，林子曰：放于利而行，多远？林子曰：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？不能以礼让为国，如礼何？林子曰：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；不患莫己之，求未可知也。林子曰：参乎！吾道亦以贯之。岑子曰：为子出门人问曰：何谓也？岑子曰：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林子曰：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林子曰：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林子曰：是父母己见，见志不从，又敬不为，劳而不怨。林子曰：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林子曰：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林子曰：古者言之不出，耻攻之不逮也。林子曰：以约失之者先矣。林子曰：君子欲讷于言，而敏于行。林子曰：德不孤，必有邻。林子游曰：事君数，斯如矣；朋友数，斯疏矣。公也长，第五。邻谓公也长，可欺也，虽在雷邑之中，非其罪也，以其子欺之。林子谓南容：邦有道，不废；邦无道，免于行路，以其兄之子欺之。林子谓子建：君子哉若人！鲁无君子者，斯焉取斯？林子贡问曰：次也何如？子曰：女气也。曰：何气也？曰：狐敛也。林或曰：庸也，人而不佞。子曰：焉用佞？欲人以口给，屡增于人。不知其人，焉用佞？ 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, Pauli Li, 2006年12月28日。七，林子使七雕开示。对曰：无私之谓能信。子说。林子曰：道不行，臣服服于海，从我者，其有与？子路闻之喜。子曰：有也，好勇过我，摩索取材。林孟武伯问子路人乎？子曰：不知也。又问。子曰：有也，千乘之国，可使至其父也，不知其人也。求也何如？子曰：求也，千世之义，百乘之家，可使谓之改也，不知其人也。赤也何如？子曰：赤也，数代立于朝，可使与宾客言也，不知其人也。林子谓子贡曰：女与回也孰悦？对曰：
次野鹤感望回，回野闻亦已知时，次野闻亦已知耳。子曰：弗如也，吾与女弗如也。临载与昼寝。子曰：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污也。予与与何诸？子曰：始无于人也，听其言而信其行；今无于人也，听其言而观其行。予予与改是。临子曰：吾未见刚者。或对曰：生辰。子曰：辰也欲焉得刚？临子贡曰：我不欲人之家诸我也，吾亦欲吾家诸人。子曰：次也，非尔所及也。临子贡曰：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；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临子路有闻，未知能行，唯恐有闻。临子贡问曰：恐闻子何以谓之闻也？子曰：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，是以谓之闻也。临子谓子产：有君子之道似焉，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养民也惠，其使民也义。临子曰：晏平仲善与人交，久而敬之。临子曰：臧文仲居蔡，山节藻拙，何如其之也？临子张问曰：令尹子闻，三世未令尹，无喜色；三已之，无愠色，就令尹之。朕必以告心令尹，何如？子曰：忠矣。曰：仁矣乎？曰：谓之焉得仁？崔子是其君，臣闻子有马食甚，弃而为之，至于他方，则曰：犹吾待子崔子也，为之，之一邦，则又曰：犹吾待子崔子也，为之，何如？子曰：亲矣。曰：仁矣乎？曰：谓之焉得仁？ 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, Pauli Li, 2006年12月28日。八，临既闻子三思而后行。子闻之，曰：在，思可矣。临子曰：宁武子，邦有道则之，邦无道则愚。其之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临子在臣曰：归与，归与。吾党之小子狂简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才之。临子曰：伯夷，叔齐，不念旧恶，愿事用兮。临子曰：孰谓为生高直？或起兮焉，起诸麒麟而与之。临子曰：巧言令色，足弓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逆愿而有其人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临言渊记录事。子曰：何各言而至？子路曰：愿车马，衣轻裘，与朋有共，避之而无害。言渊曰：愿无乏善，无失劳。子路曰：愿闻子之志。子曰：劳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。临子曰：已矣乎？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。临子曰：时事之意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雍也第六。临子曰：雍也，可使难念。仲弓问子桑伯子，
子曰：“可也。”简仲公曰：“居静而行简，以临其民，不亦可乎？居简而行简，吾乃大简乎？”子曰：“庸之言然。”临哀公问弟子孰谓好学，孔子对曰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，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则亡，未闻好学者也。”临子华始于齐，冉子为其母请诉。子曰：“与之辅，请义。”曰：“与之与。”冉子与之素五柄。子曰：“赤之是其也，臣肥马，衣轻裘，吾闻之也，君子。周吉不计父。”元思谓之宰，与之素九百。辞。子曰：“吾亦与尔邻里乡党乎？”临子谓仲弓曰：“犁牛之子，心且教，虽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诸？”临子曰：“回也。其心三月不为人，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。” 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, Pauli Li, 2006年12月28日。九，临济康子问仲有可使从政也与？子曰：“有也。”果于从政乎何有？曰：“次也可使从政也与？”曰：“次也。”答于从政乎何有？曰：“求也可使从政也与？”曰：“求也易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临济是使闵子骞谓废宰。闵子骞曰：“善谓我辞焉，如有负我者，则无必再问。”上矣。临伯牛有疾，子问之。自有执其手曰：“王之命以夫斯人也，而有斯己也。斯人也，而有斯己也。”临子曰：“贤哉回也！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贤哉回也！”临冉求曰：“非不说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”子曰：“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废。”今女化。临子谓子夏曰：“女谓君子如，吾谓小人如。”临子犹谓五臣宰。子曰：“女的人焉尔乎？”曰：“有旦台夜鸣者，行不由径，非公事，未尝至于眼之事也。”临子曰：“梦之反不伐，分而殿，将入门，策其马，曰：非敢后也，马不进也。”临子曰：“不有助陀之命，而有宋朝之美，难乎免于今之事矣。”临子曰：“谁能出不由户？何莫由斯道也？”临子曰：“执圣文则也，文圣执则始。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临子曰：“人之生也直，往之生也信而勉。”临子曰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临子曰：“中人以上，可以与上也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与上也。”临樊迟问之。子曰：“悟明之意，敬鬼神而远之，可谓之矣。”问人曰：“人者先难而后获，可谓人矣。”临子曰：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知者动，仁者静。知者乐，仁者寿。”临子曰：“其一变，至于鲁；鲁一变，至于道。”
Work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. Pauli Li, 2006年12月28日. 十，林子曰：“孤不孤？孤哉孤哉！”林宰我问曰：“仁者，虽告之曰：‘仅有人焉，其从之也？’”子曰：“何谓？其然也。君子可视也，不可陷也；可欺也，不可罔也。”林子曰：“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服判以夫。”林子见男子，子路不说。夫子使之曰：“予所否者，天厌之。”天厌之。林子曰：“中庸之为德也，其志矣乎？民先久矣。”林子贡曰：“如有博施于民，而能济众，何如？可谓仁乎？”子曰：“何事于仁？必也甚乎？尧舜其犹病诸？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能进取辟，可谓人之方也矣。”述而第七。林子曰：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窃彼于我老朋。”林子曰：“默而识之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？”林子曰：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文艺不能喜，不善不能改，是无忧也。”林子之厌居，深深如也，夭夭如也。林子曰：“甚以无衰也。”久矣，吾不复梦见周公。林子曰：“至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义。”林子曰：“自行数修以上，吾未尝无愧焉。”林子曰：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，举义于不以三于反，则不复也。”林子食于有丧者之侧，未尝饱也。子于是日哭，则不歌。林子谓颜渊曰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。唯我与尔有是夫？”子路曰：“子行三居，则谁与？”子曰：“抱骨平和，死而无悔者，无不与也。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。”林子曰：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事，无亦未之，如不可求，从无所好。” Work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. Pauli Li, 2006年12月28日. 11.林子之所胜，其战及林子在其文韶，三月不知肉味，曰：“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。”林冉有曰：“夫子未畏君乎？”子贡曰：“诺。”吾将问之，入曰：“伯夷叔，其何人也？”曰：“古之贤人也。”曰：“愿乎？”曰：“求人而得人。”又贺愿。出曰：“夫子不畏也。”林子曰：“饭疏食，饮水，屈躬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，如浮云。”林子曰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艺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林子所雅言，诗、书、执礼，皆雅言也。林业公问孔子与子路，子路不对。子曰：“女兮不曰，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耳。”林子曰：“我非生而知之者，
好故，敏以求之者也。林子不语，怪力乱神。林子曰：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则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林子曰：天生得与与，还追其如与何？林子曰：二三子以我为隐乎？吾无隐乎耳。吾无形而不与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林子以四交，文、行、忠、信。林子曰：圣人，吾不得而见之矣。得见君子者，斯可矣。子曰：善人，吾不得而见之矣。得见有恒者，斯可矣。亡而未有，虚而未盈，约而未泰，难乎有恒矣。林子钓而不刚，亦不涉宿。林子曰：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谟是也。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识知知之次也。邻互相难与言。童子见门人惑，子曰：与其进也，不与其退也。为何甚？人竭己以进，与其竭也，不保其往也。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, Pauli Li, 2006年12月28日。十二，林子曰：人远乎哉？我欲人，斯人至矣。林臣思拜问：昭公知礼乎？孔子曰：知礼。孔子退，依乌马骑而进之。曰：吾闻君子不党，君子亦党乎？君取于吾未同姓，谓之吾孟子，君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乌马骑以告。子曰：丘也信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。林子与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，而后和之。林子曰：文末无由人也，躬行君子，则无谓之有德。林子曰：若甚与人，则无其感，亦谓之不厌。诲人不倦，则可谓云而已矣。公西华曰：正为弟子不能学也。林子疾病，子路请道。子曰：有诸？子路对曰：有之。累曰：导尔虞，上下神止。子曰：丘之导久矣。林子曰：奢则不孙，俭则固，与其不孙也，宁固。林子曰：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泰伯第八。林子曰：泰伯岂可谓至德也已矣？三以天下让，民无德而称焉。林子曰：恭而无礼则劳，慎而无礼则喜，勇而无礼则乱，直而无礼则绞。君自笃于亲，则民心于人。故旧不移，则民不偷。林岑子有疾，召门弟子曰：起与足，起与手。诗云：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而今而后，无知免夫。小子。林岑子有疾，孟敬子问之。岑子言曰：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君子所谓乎道者三：动容貌，思远暴慢矣；正颜色，思近信矣；出辞气，思远必备矣。边斗之事，则有思存。
林岑子曰：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，有若无，实若虚，泛而不效。昔者吾有常从事于斯矣。林岑子曰：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济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君子仁与君子仁也。 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 Pauli Li 2006年12月28日。13林岑子曰：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人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林子曰：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林子曰：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林子曰：好勇及贫，乱也。仁而不仁，及之以慎，乱也。林子曰：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其余不足观也矣。林子曰：三年学，不至于古，不亦的也。林子曰：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。为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；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林子曰：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林子曰：失志之始，官居之乱，洋洋乎隐而哉？林子曰：狂而不直，动而不怨，空空而不信，无不知之矣。林子曰：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。林子曰：巍巍乎舜，与之有天下也，而不与焉。林子曰：大哉，尧之为君也。巍巍乎为天未大，为尧则之。荡荡乎民无能名焉。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，患乎其有文章。临舜有臣五人，而天下治。武王曰：与有乱臣十人。孔子曰：才难不其然乎？唐虞之际，虞思未甚，有妇人焉，九人而已。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夫是因，周之德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林子曰：与吾无贤然矣。非饮食而至孝乎鬼神，恶衣服而至美乎服冕，非公事而尽力乎沟绪，与吾无贤然矣。子罕第九。林子罕言立，与命与人。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 Pauli Li 2006年12月28日。14林达向党人曰：大哉孔子，博学而摩所成名。子闻之，谓门弟子曰：吾何直？直欲乎？直射乎？吾直欲矣。林子曰：马冕礼也，今也纯简，无从众。拜下礼也，今拜乎上太也，虽为众，无从下。林子绝嗣，无义无弊，无故无我。林子谓于匡曰：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与何？
林大宰问于子贡曰：“夫子圣者矣，何其多能也？”子贡曰：“故天纵之将圣，又多能也。”子闻之曰：“大宰知我乎？吾少也见，故多能比视。君子多乎？哉，不多也。”劳曰：“子云吾不是故意。”林子曰：“吾有知乎哉？吾知也。有比夫问于我，空空如也，我叩其两端而结焉。”林子曰：“凤鸟不至，何不出图？吾以一夫。”林子见其衰者，免衣裳者，与孤者，见之虽少必坐，过之必趋。林言渊喟然叹曰：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瞻之在前，呼焉在后。”夫子循循然。善诱人，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。欲罢不能，既竭无才，如有所立卓耳，虽欲从之，莫有也矣。林子疾病，子路使门人未成，并贤曰：“久矣哉，由之行诈也，吾臣而未有。臣无谁欺，欺天乎？且欲与其死于臣之手也，吾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？且与纵不得大葬，与死于道路乎？”林子贡曰：“有美玉于斯，运毒而藏诸，求善假而孤诸。”子曰：“孤之哉，孤之哉，我待假者也。”林子欲居久矣。或曰：“陋如之何？”子曰：“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”林子曰：“吾自谓反汝，然后乐政，雅颂各得其所。”林子曰：“出则是公卿，入则是父兄，丧事不敢不免，不畏久困，何有于我哉？”林子在川上曰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林子曰：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 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, Pauli Li, 2006年12月28日。15。林子曰：“譬如未山，未成义则止，无止也。譬如平地，虽覆义则尽，无往也。”林子曰：“与之而不惰者，其回也与？”林子谓颜渊曰：“其乎？吾见其进也，未见其止也。”林子曰：“苗而不秀者，有矣夫！秀而不实者，有矣夫！”林子曰：“后生可畏，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，斯亦不足畏也矣。”林子曰：“法与之言，能无从乎？改之为贵。训与之言，能无说乎？义之为贵。说而不义，从而不改，吾莫如之何也已矣。”林子曰：“主忠信，吾有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”林子曰：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”林子曰：“衣敝缊袍，与衣狐合者立而不耻者，其有也与？不志不求，何用不臧？”子路终身送之。子曰：“是道也，何足以臧？”林子曰：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波之后凋也。”
林子曰：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林子曰：可与共学，未可与世道；可与世道，未可与利；可与利，未可与权。林，唐帝之华，偏其反而，岂不尔思？世事远而。子曰：未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？香港第十。临孔子于香港，循循如也，似不能言者。其在宗庙朝廷，便便言，为景耳。临朝与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；与上大夫言，盈盈如也。君在，敌气如也，与与如也。邻居赵使病，色薄如也，足气如也。衣所与立，左右手，衣前后，单如也。趋进亦如也。兵退，必复命，曰：兵不顾矣。World at Kuantau Headquarters, Pauli Li, 2006年12月28日。十六，临入宫门，鞠躬如也，如不容；立不中门，行不履玉。过位，色薄如也，足气如也，其言似不足者。设其身旁，鞠躬如也，屏气似不息者。出将一等臣。颜色怡怡如也，眉皆曲亦如也。复其位，敌气如也。临直归，鞠躬如也，如不胜。上如衣，下如兽，薄如战色，足素素如有循。想立有容色，思敌于于如也。临君子不以干邹氏，鸿子不以为谢服。当属枕直系，必表而出之。姿衣高裘，素衣泥裘，黄衣狐裘。谢裘长，短又媚，必有寝衣，长一身有伴。狐合之后，以居去丧，魔所不配。非为常，必杀之。高裘悬冠，不以吊。及月，必朝。服而朝。临其，必有名衣。不，其必辨识，居必迁坐。临时不厌精，快不厌细。食易而和，与馁而肉败，不食。色恶不食，臭恶不食，湿润不食，不食不食，歌不振不食，不得其降不食。肉虽多，不使甚食气，唯酒无量，不及乱。孤酒是腐不食，不彻僵食，不多食。忌于公，不素肉。忌肉不出三日，出三日不食之矣。食不语，寝不言。虽蔬食菜根瓜蓟，必其如也。临其不振不坐。临乡人饮酒，帐者出，思出矣。乡人挪，朝服而立于坐阶。临问人于他邦，再拜而送之。康子馈药，拜而受之，曰：丘未达，不敢尝。临就坟，子退朝，曰：伤人乎？不问马。临君赐食，必正席先尝之。君赐心，必熟而见之。君赐身，必触之。事食于君。君既先犯，
即君士之东守，家朝服脱身，君命诏，不似驾行矣。临入大庙，每事问。临朋友死，摩所归，曰：与我病，朋友之愧，虽车马，非祭肉，不拜。临请不施，居不容。见其衰者，虽瑕必变；见免者与孤者，虽谢必以貌。凶福者视之，是复反者。有胜传，必变色而作；迅雷，风烈必变；临生车，必振力直随。车中不内固，不及言，不轻止。临色思举意，降而后急。曰：山梁辞志，实哉实哉！子路共之，三秀而坐。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, Pauli Li, 2006年12月28日。十七，仙境第十一。林子曰：先敬于礼乐，也人也；后敬于礼乐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则无从先敬。林子曰：从我于陈蔡者，皆不及门也。德行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、颜宇、宰我、子贡、郑氏、冉有、记录、文学、子游、子夏。林子曰：回也，非助我者也。于无言，摩所不说。林子曰：孝哉闵子骞，人不贤于其父母昆弟之言。林南荣三父白圭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临济康子问弟子孰谓好学，孔子对曰：有言为者好学，不信短命死矣，今也则亡。临颜渊死，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果。子曰：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立也死，有官而无果。吾不徒行以为之果，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可徒行也。临颜渊死，子曰：一，天丧禹，天丧禹。临颜渊死，子哭之痛。从者曰：子痛矣。曰：有痛乎？非夫人之为痛耳，谁谓？临颜渊死，门人欲厚葬之。子曰：不可，门人厚葬之。子曰：为也，是与由父也，与不得是由子也，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临济路问是鬼神。子曰：未能是人，焉能是鬼？敢问死，曰：未知。生焉知死？临闵子侍策，盈盈如也；子路，行行如也；冉有、子贡，侃侃如也。子乐，若有也，不得其死然。临鲁人未尝服。闵子骞曰：人旧惯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？子曰：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众。临子曰：由之色，昔位于丘之门，门人不敬子路。子曰：由也深堂矣，未入于室也。临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，子曰：师也过，商也不及。曰：然则师。月语，子曰：过犹不及。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, Pauli Li, 2006年12月28日。
十八，临济是附于周公，而求也谓之聚敛而复易之。子曰：非吾徒也，小子民吾儿，公之可也。临柴也鱼，餐也鲁，师也辟，游也晏。临子曰：回也其数乎？履空。次不受命而获职焉，亦则履中。临子张问善人之道，子曰：不见计，亦不入于事。临子曰：论笃是与君子者乎？色庄者乎？临子路问闻思行诸，子曰：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闻思行之？冉有问闻思行诸，子曰：闻思行之。公西华曰：有也问闻思行诸，子曰：有父兄在，求也问闻思行诸，子曰：闻思行之，赤也惑。敢问，子曰：求也退，故进之；有也兼人，故退之。临子谓于匡言渊后，子曰：吾以女未死矣。曰：子在，为何敢死？临济子然问，仲由、冉求，可谓大臣与？子曰：吾以子未义之问，曾由与求之问。所谓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。今有与求也，可谓具臣矣。曰：然则从之者与？子曰：事父与君，亦不从也。临子路使子高位废宰，子曰：贼夫人之子。子路曰：有名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然后未学？子曰：是故恶夫佞者。临子路曾兮冉有公西华事作，子曰：以无一日长乎尔？无无已也。居则曰：不无之也，如获之耳，则何以哉？子路率尔而对曰：千乘之国，设乎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饥馑，有也未之，彼及三年，可是有用，且之方也。夫子审之，求尔何如？对曰：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未之，彼及三年，可使足民，如其礼乐，以四君子。赤尔何如？对曰：非曰能之，愿学焉。宗庙之事，如会同端章府，愿为小乡焉。点尔何如？古色兮坑耳，舍色而作。对曰：异乎三子者之传。子曰：何伤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曰：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观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欲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夫子喟然叹曰：吾与点也。 World at Kuang Tao Headquarters Pauli Li 2006年12月28日。十九，三子者出，曾皙后。曾皙曰：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子曰：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曰：夫子何审有也？曰：为国以礼，其言不让，是故审之。为求则非邦也与？安见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而非邦也者？为赤，则非邦也与？宗庙会同，非诸侯而合，赤也谓之小，孰能谓之大？
颜渊第十二。临颜渊问仁，子曰：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为仁有己，而有仁乎哉？颜渊曰：请问其目。子曰：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颜渊曰：为虽不敏，请事思与矣。临仲弓问仁，子曰：出门如见大兵，使民如承大计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仲弓曰：庸虽不敏，请事思与矣。临司马牛问仁，子曰：仁者，其言也任。曰：其言也任，斯谓之仁已乎？子曰：谓之难，言之得无任乎？临司马牛问君子，子曰：君子不忧不惧。曰：不忧不惧，斯谓之君子矣乎？子曰：内省不咎，夫何忧何惧？临司马牛忧曰：人皆有兄弟，我独亡。子夏曰：商闻之矣，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君子敬而无失，与人恭而有礼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？临子张问明，子曰：敬论之赠，夫受之粟，不行焉，可谓明也已矣。敬论之赠，夫受之粟，不行焉，可谓远也已矣。临子贡问政，子曰：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子贡曰：必不得已而去。于斯三者何先？曰：去兵。子贡曰：必不得已而去。于斯二者何先？曰：去时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临及子臣曰：君子直而已矣，何以文谓？子贡曰：习乎，夫子之说君子也，四不及舌。文有直也，直有文也。虎豹之阔，有犬羊之阔。临哀公问于有若曰：年饥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有若对曰：何彻乎？曰：二，无由不足，如之何其彻也？对曰：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临子张问崇德，辩惑。子曰：主忠信，喜义，崇德也。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，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祸也。臣不以父，亦止以义。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, Pauli Li, 2006年12月28日。二十，临其景公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公曰：善哉，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，无德而食诸？临子曰：片言可以折喻者，其有也与？子路无粟诺。临子曰：听讼，无由人也。必也，使无讼乎？临子张问政，子曰：居之无倦，行之以忠。临子曰：博学以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服判以夫。临子曰：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，小人反是。
临济康子问政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政者政也，子帅以政，孰敢不政？临济康子患道，问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季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。临济康子问政于孔子曰：如杀无道，以救有道，何如？孔子对曰：子谓政，焉用杀？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必偃。临子张问：是何如斯可谓之达矣？子曰：何哉？而所谓达者。子张对曰：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子曰：是闻也，非达也。夫达也者，直直而好义，察言而观色，虑以下人，在邦必达，在家必达。夫闻也者，色取人而行为，居之不疑，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临凡持从游于五鱼之下，曰：敢问崇德、修特、辩惑。子曰：善哉问，先是后的，非崇德矣。攻其恶，无攻人之恶，非修特矣。一朝之愤，忘其身，以及其亲，非惑矣。临凡迟问人，子曰：爱人，问之。子曰：知人，凡迟未答。子曰：举直错蛛网，能使网者直。凡迟退，见子下曰：乡也，吾见于夫子而问之。子曰：举直错蛛网，能使网者直，何谓也？子夏曰：父哉言乎！舜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高陶，不仁者远矣。汤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伊尹，不仁者远矣。临子贡问友，子曰：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则止，无自辱焉。临岑子曰：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服人。子路第十三。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, Pauli Li, 2006年12月28日。21。临子路问政子曰：先知，劳之，请义曰：无倦。临仲公谓季氏宰，问政。子曰：先有思，设小过，举贤才，曰：焉知贤才而举之？曰：举而所知，而所不知，人其舍诸？临子路曰：为君呆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？子曰：必也政明乎？子路曰：有事哉，子之于也，奚其政？子曰：也哉，有也。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缺如也。民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；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忠；刑罚不忠，则民我所措手足。故君子明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于其言，摩所记而已矣。临凡迟请学驾。子曰：吾不如老农，请学未卜。曰：吾不如老仆，凡迟出。子曰：小人哉，凡屈也。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；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
则四方之民抢复其子而治矣。焉用假？林子曰：宋师三百，受之以政，不达。始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，虽多亦稀矣。谓林子曰：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林子曰：鲁谓之正，兄弟也。林子谓魏公子荆，善居士。使有曰：苟何矣？少有曰：既晚矣。富有曰：既美矣。林子是谓冉有乎？子曰：树矣哉。冉有曰：既树矣，又何家焉？曰：父之。曰：既父矣，又何家焉？曰：教之。林子曰：既有用我者，其悦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林子曰：善人为邦百年，亦可以胜残去杀矣，成哉是言也。林子曰：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人。林子曰：既正其身矣，于从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林冉子退朝。子曰：何晏也？对曰：有政。子曰：其事也。如有政，虽不无矣，吾其与闻之。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, Pauli Li, 2006年12月28日。22。林定公问，一言而可以兴邦，有诸？孔子对曰：言不可以若是其机也。人之言曰：为君难，为臣不易，如之为君之难也，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？曰：一言而丧邦，有诸？孔子对曰：言不可以若是其机也。人之言曰：与无乐乎为君，为其言而莫与为也，如其善而莫之为也，不亦善乎？如不善而莫之为也，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？林业公问郑子曰：近者说，远者来。林子下谓举父宰，问郑。子曰：吾欲速，吾见小利，欲速则不达，见小利则大事不成。林业公与孔子曰：吾党有执公者，其父攘阳而子正之。孔子曰：吾党之执者亦于是，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执在其中矣。林樊迟问人。子曰：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，虽之夷狄，不可弃也。林子贡问曰：何如斯可谓之事矣？子曰：行己有耻，始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谓是矣。曰：敢问其次。曰：宗族称孝焉，乡党称弟焉。曰：敢问其次。曰：言必信，行必果，坑坑然，小人哉亦亦可以为次矣。曰：今之从政者何如？子曰：一窦烧之人，何足算也？林子曰：不得忠行而与之，必也狂倦乎？狂者进取，倦者有所不畏也。林子曰：南人有言曰：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，善夫不恒其德，或臣之修。子曰：不战而已矣。林子曰：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林子贡问曰：乡人皆好之，何如？子曰：未可也。
乡人皆恶之，何？如子曰：未可也。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恶之。林子曰：君子义事而难说也，说之不以道，不说也，及其使人也，弃之。小人难事而易说也，说之虽不以道，说也，及其使人也，求备焉。林子曰：君子泰而不骄，小人骄而不泰。林子曰：刚毅木讷，敬人。林子路问曰：何如斯可谓之是矣？子曰：切切思思，怡怡如也，可谓是矣。朋友切切思思，兄弟怡怡。 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 Pauli Li 2006年12月28日。23林子曰：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及容矣。林子曰：以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。宪问第十四。林宪问耻。子曰：邦有道古，邦无道古，耻也。林克伐怨欲不行焉，可以为人矣。子曰：可以为难矣，人则无不知也。林子曰：事而怀居，不足以为是矣。林子曰：邦有道，为言为行；邦无道，为行言孙。林子曰：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。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林南公是问于孔子曰：亦善射，傲荡舟，俱不得其死然。与季公驾而有天下。夫子不答。南公是出，子曰：君子哉若人，上德哉若人。林子曰：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林子曰：爱之，能勿劳乎中焉，能勿惠乎。林子曰：未命，必成草创之，世书讨论之，行人子与修饰之，东里子产润色之。林或问子产。子曰：惠人也。问子奚曰：彼哉彼哉。问管仲曰：人也，夺博士便宜三百，犯书时没耻，无怨言。林子曰：贫而无怨难，富而无骄易。林子曰：孟公绰未召未老则忧，不可以为滕薛大夫。林子路问成人。子曰：若臧武仲之知，公绰之不欲，便庄子之勇，冉求之矣。闻之以礼乐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曰：今之成人者，何必然？见利思义。见为受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林子问公叔文子于公名贾曰：信乎？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？公名贾对曰：以告者过也。夫子实然后言，人不厌其言；乐然后笑，人不厌其笑，亦然。后取，人不厌其取。子曰：其然。岂其然乎？ 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 Pauli Li 2006年12月28日。24林子曰：臧武仲以防，求魏后于鲁，虽曰不要君，吾不信也。
林子曰：晋文公决而不正，齐桓公正而不决。林子路曰：桓公杀公子纠，赵乎死之，管仲不死。曰：为人乎？曰：桓公久和诸侯，不以兵车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人，如其人。林子贡曰：管仲非人者，与桓公杀公子纠，不能死，又相之。子曰：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道于今受其赐，唯管仲无其披伐所任矣。岂若匹夫，匹妇之为量也，自今于钩毒而莫知之也。灵公叔文子之臣代子尊，与文子同生诸。公子闻之曰：可以为文矣。林子言谓灵公之无道也。康子曰：夫如是，息而不丧。孔子曰：仲叔与智宾客，祝陀至宗庙，王孙贾至军旅。夫如是，息其丧。林子曰：其言之不作，则谓之也难。林臣臣子事简公。孔子沐浴而朝，告于哀公曰：臣恒视其君，请讨之。公曰：告夫三子。孔子曰：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君曰：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。孔子曰：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林子路问事君，子曰：勿欺也而犯之。林子曰：君子上达，人下达。林子曰：古之学者为己，之学者为人。林渠伯欲使人于孔子，孔子与之坐而问焉，曰：夫子何谓？对曰：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。使者出，子曰：使乎？使乎？林子曰：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林岑子曰：君子思不出其位。林子曰：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。林子曰：君子道者三，我无能焉，仁者不忧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惧。子贡曰：夫子自道也。林子贡方人。子曰：赐也，贤乎哉？夫我则不暇。 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 Pauli Li 2006年12月28日。25。林子曰：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其不能也。林子曰：不逆诈，不义不信，义义先觉者，是贤乎？临为深谷谓孔子曰：丘，何为是欺欺者与？吾乃谓宁乎？孔子曰：非敢。谓宁也，即故也。林子曰：既不称其利，称其德也。林或曰：以德报怨，何如？子曰：何以报德？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林子曰：莫我之也夫。子贡曰：何谓其莫之子也？子曰：不怨天，不由人，下学而上达，知我者，其天乎？林公伯僚素子路于季孙，子服景伯以告曰：夫子固有惑至于公伯僚，无力犹能四诸事朝。子曰：道之将行也与命也，道之将废也与命也。公
伯僚其如命何？林子曰：贤者辟事，其次辟德，其次辟色，其次辟言。林子曰：作者欺人矣。林子露宿于石门。陈门曰：昔字。子路曰：自恐是。曰：是知其不可而未知者与？林子即请于卫。有何愧而过恐是之门者？曰：有心哉，即请乎。继而曰：彼哉，坑坑乎，莫己之也，斯已而已矣。深则利，浅则竭。子曰：果哉，莫之难矣。林子张曰：书云，高宗亮因三年不言，何谓也？子曰：何必高宗，古之人皆然。君薨，百官总集以听于冢宰三年。林子曰：上好礼，则民易使也。林子路问君子。子曰：修己以静。曰：如斯而已乎？曰：修己以安。人曰：如斯而已乎？曰：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，尧舜齐有病诸。林元扰一四。子曰：幼而不孙弟，长而无树焉，老而不死，是谓贼，以仗其境。 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 Pauli Li 2006年12月28日。26林却党童子将逆，或问之曰：义者与？子曰：吾见其居于位也，见其与先生并行也，非求义者也，欲速成者也。卫灵公第十五。林卫灵公问臣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祖斗之事，则常闻之矣；军旅之事，谓之学也。明日遂行，在臣绝粮，从者病，莫能心。子路运谏曰：君子亦有穷乎？子曰：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林子曰：次也，女以与未多学而识之者与？对曰：然，非与。曰：非也，与义以贯之。林子曰：由知得者先矣。林子曰：无为而治者，其顺也与？夫何谓哉？公己正难念而已矣。林子张问行。子曰：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莫之方行矣。言不忠信，行不笃敬，虽周礼行乎哉？利则见其参于前也，在于则见其已于恒也。夫然后行。子张书诸身。林子曰：直哉，始于邦有道如始，邦无道如始。君子哉，取伯玉。邦有道则是，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。林子曰：可与言而不与之言，失人；不可与言而与之言，失言。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林子曰：治世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人，有杀生以成人。林子共问卫人子曰：公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居士邦也，是其大夫之贤者，有其事之仁者。林颜渊问卫邦。
子曰：行夏之时，乘阴之路，浮舟之辇，乐则少舞，放正身。远宁人正身迎，宁人待。林子曰：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林子曰：已矣乎！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林子曰：臧文仲，其妾卫者矣。知柳下惠之贤，而不与利也。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, Pauli Li, 2006年12月28日。二十七，林子曰：恭自厚而薄责于人，则远怨矣。林子曰：不曰如之何，如之何者，吾莫如之何也已矣。林子曰：群居终日，言不及义，好行小惠，难以哉。林子曰：君子义以为直，礼以行之，孙以出之，信以成之，君子哉。林子曰：君子并无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林子曰：君子即没事而民不称焉。林子曰：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林子曰：君子矜而不争，群而不党。林子曰：君子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。林子贡问曰：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？子曰：其恕乎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林子曰：吾之于人也，谁毁谁欲？如有所欲者，其有所恃矣。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林子曰：吾有即使之雀文也，有马者，借人乘之，今往矣夫。林子曰：巧言乱德，小不忍，则乱大谋。林子曰：众恶之，必察焉，众好之，必察焉。林子曰：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林子曰：过而不改，是谓过矣。林子曰：吾常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无益，不如学也。林子曰：君子谋道不谋食，耕也，累在其中矣；学也，禄在其中矣。君子忧道不忧贫。林子曰：知己知人不能守之，虽得之必失之。知己知人能守之，不庄以利之，则民不敬。知己知人能守之，庄以利之，动之不以礼，未善也。林子曰：君子不可小之，而可大受也；小人不可大受，而可小之也。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, Pauli Li, 2006年12月28日。二十八，林子曰：民之于人也，甚于水火。水火，无见导而死者矣，未见导人而死者也。林子曰：当仁不让于师。林子曰：君子争而不量。林子曰：事君尽其事而后其时。林子曰：有教无类。林子曰：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林子曰：辞达而已矣。临师勉见。及嗟，子曰：嗟也。及席，子曰：席也。嗟坐，子告之曰：某在斯，某在斯。师勉出，子张问曰：与师言之道与？子曰：然。故相师之道也。
记事第十六，临记事将伐专于。冉有记录见于孔子曰：记事将有事于专于。孔子曰：求。吾乃尔事过与。夫专于，其者先望以为东盟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魏？冉有曰：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，皆不欲也。孔子曰：求。周人有言曰：臣立就列，不能者止，为而不持，颠而不服，则将焉用彼相矣？且尔言过矣。虎四出于峡，龟欲毁于毒中，是谁之过与？冉有曰：今夫专于，故而敬于废，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孔子曰：求。君子及夫舍曰：欲之而必为之辞。秋也，文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君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亲。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今有与求也，相夫子，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。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，而谋动干戈于邦内，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专于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临孔子曰：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；天下无道，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自诸侯出，盖十世息不失矣；自大夫出，五世息不失矣。陪臣执国命，三世息不失矣。天下有道，则政不在大夫；天下有道，则庶人不义。临孔子曰：陆之去公事，五世矣；政逮于大夫，四世矣。故夫三桓之子孙为矣。 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 Pauli Li 2006年12月28日。29临孔子曰：义者三有，损者三有，有直，有量，有多闻，义矣。有变辟，有善柔，有变佞，损矣。临孔子曰：义者三乐，损者三乐，乐节礼乐，乐道人之善，乐多贤友，义矣。乐交乐，乐易游，乐厌乐，损矣。临孔子曰：是于君子有三千，言未及之而言，谓之躁；言及之而不言，谓之隐；未见颜色而言，谓之古。临孔子曰：君子有三戒，少之食，且气未定；戒之在色，及其壮也，且气方刚；戒之在斗，及其老也，且气既衰；戒之在德。临孔子曰：君子有三畏，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挟大人，侮圣人之言。临孔子曰：生而知之者上也，学而知之者次也，困而学之又其次也，困而不学，民思未下矣。临孔子曰：君子有九思，视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问，愤思难，见得思矣。临孔子曰：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汤。
无见其人矣，无闻其语矣。亦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，无闻其语矣，未见其人也。临臣不以父一指以义，其景公有马千驷，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。伯宜书其恶于首阳之下，明道于今称之。其斯之谓与？临臣抗问于伯于曰：子亦有一闻乎？对曰：未也。常独立理屈而过庭，曰：学师乎？对曰：未也。不学师，无以言礼退而学师。他日又独立理屈而过庭，曰：学礼乎？对曰：未也。不学礼，无以立礼退而学礼。闻思二者，臣抗退而喜曰：问一的三，闻师闻礼，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。临邦君之妻，君称之曰夫人，夫人自称曰小童，邦人称之曰君夫人，称诸一邦曰寡小君，一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。阳货第十七。 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 Pauli Li 2006年12月28日。三十，临阳货欲见孔子，孔子不见，归孔子屯。孔子食其亡也，而往拜之，欲诸徒。谓孔子曰：来，与与尔言。曰：怀其宝而迷其邦，可谓仁乎？曰：不可。好从事而及失时，可谓之乎？曰：不可。日月是矣，岁不我与。孔子曰：诺，吾将是矣。临子曰：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临子曰：为上之与下于不宜。临子之五臣闻弦歌之声，夫子莞尔而笑曰：歌姬焉用牛刀？子游对曰：习者偃也。闻诸夫子曰：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子曰：二三子偃之言是也，前言戏之耳。临公山扶扰以背叛，召子欲往。子路不说，曰：莫之也矣，何必公山视之之也。子曰：夫召我者，而岂徒哉？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？临子张问仁于孔子。孔子曰：能行武者于天下，谓仁矣。请问之。曰：公宽信敏惠。公则不武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。临佛西召，子欲往。子路曰：习者有也。闻诸夫子曰：轻于其身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佛西以终勿判，子之往也如之何？子曰：然，有是言也。不曰坚乎？磨而不灵。不曰白乎？蹑而不滋。吾岂刨瓜也哉？焉能细而不食？临子曰：有也。女闻六言六必以乎？对曰：未也。居吾与女好，人不好学，其必也愚；好之不好学，其必也当。
好性不好学，其弊也贼好。直不好学，其弊也教好。勇不好学，其弊也乱好。刚不好学，其弊也狂。林子曰：小子，何莫学夫师？师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取，可以怨而知。是父远之是君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林子谓伯鱼曰：女为周南赵南已乎？人而不为周南赵南，其由正强面而立也。与林子曰：礼云礼云，玉伯云乎哉？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林子曰：色厉而内忍，辟诸小人，其由川鱼之道也与？林子曰：相远得之贼也。 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 Pauli Li 2006年12月28日。31林子曰：道听而徒说，得之器也。林子曰：彼夫可与世君也与哉？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；既患失之，无所不至矣。林子曰：古者民有三疾，今也或世之亡也。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荡；古之今也廉，今之今也奋力；古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诈而已矣。林子曰：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林子曰：恶子之夺珠也，恶正身之乱雅乐也，恶利口之富邦家者。林子曰：与欲无言。子贡曰：子如不言，则小子何述焉？子曰：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林如悲欲见孔子，孔子辞以疾。将命者出户，取色而歌，使之闻之。林宰我问：三年之丧，其已久矣。君子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。旧谷既霉，新谷既深，钻碎改果，其可已矣。子曰：食夫道，衣夫锦，与女安乎？曰：安。女安，则谓之。夫君子之居丧，食之不甘，闻乐不乐，居处不安，故不谓也。今女安，则谓之。宰我出。子曰：与之不仁也。子生三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。夫三年之丧，天下之通丧也。与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？林子曰：饱食终日，磨所用心，难以哉？不有博弈者乎？谓之犹贤乎矣。林子路曰：君子尚勇乎？子曰：君子义以为上。君子有勇而无义未乱，小人有勇而无义未道。林子贡曰：君子亦有恶乎？子曰：有恶。恶称人之恶者，恶居下流而善。上者恶勇而无礼者，恶果敢而至者。曰：次也亦有恶乎？恶矫矣。未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，恶竭以为直者。林子曰：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近之则不孙，远之则怨。林子曰：年四十而见恶焉，其中也矣。
为子第十八。临为子去之，箕子谓之奴，彼甘见而死。孔子曰：应有三人焉。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. Pauli Li, 2006年12月28日。32. 林柳下会为事师，三处。人曰：子未可以去乎？曰：直道而是人，焉往而不三处？往道而是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？临其景公呆孔子曰：若既是，则吾不能以季孟之贤呆之。曰：吾老亦不能用也。孔子行。临其人归女乐，季桓子受之，三日不朝。孔子行。临楚狂嗟于歌而过孔子曰：凤兮凤兮，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见，来者犹可追。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。孔子下欲与之言，屈而辟之，不得与之言。临长举节逆偶而根，孔子过之，使子路问进焉。长举曰：夫执愚者为谁？子路曰：为孔丘。曰：是鲁孔丘矣。曰：是也。曰：是之敬矣。问于节逆，节逆曰：子为谁？曰：为仲由。曰：是鲁孔丘之徒矣。对曰：然。曰：滔滔者，天下皆是也，而谁以异之？且而与其从辟人之事也，岂若从辟事之事哉？忧而不辍。子路行以告夫子武然曰：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？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临子路从而后，欲杖人，以杖何由？子路问曰：子见夫子乎？杖人曰：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孰谓夫子？执其杖而与。子路拱而立。指子路宿，鸡未黍而食之，其二子焉。明日，路行以告。子曰：隐者也。使子路反见之。至，则行矣。子路曰：不是无益。长幼之节，不可废也。君臣之义，如之何其废之？欲竭其身而乱大伦，君子之事也，行其义也。道之不行，以知之矣。临一民，伯夷、叔齐、于仲、夷狄、朱张、柳下惠、少廉。子曰：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齐与。为柳下惠、少廉降至汝身矣。言中伦，行中律，其思而已矣。为于众一义，隐居放言，身中轻，背中权，我则益于世，无可无不可。临大师至是其雅范干是楚，三范辽是蔡，四范缺是秦。古方输入于河，波涛五入于汉，少师扬，即请相入于海。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. Pauli Li, 2006年12月28日。33. 临周公谓鲁公曰：君子不失其亲，
不使大臣怨乎不已，故就无大故，则不弃也，无求备于一人。临终有八士：伯达、伯士、仲突、仲忽、叔夜、叔夏、季随、季瓜。子张第十九。临子张曰：是见为致命，见得思义，既思敬，丧思哀，其可以矣。临子张曰：直德不弘，信道不笃，焉能为友？焉能为王？临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。子张曰：子夏云何？对曰：子夏曰：可者与之，其不可者拒之。子张曰：亦乎无所闻，君子尊贤而容众，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贤与愚人何所不容？我之不贤与人将惧我，如之何其惧人也？临子夏曰：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，致远恐迷，是以君子不畏也。临子夏曰：日知其所亡，月无忘其所能，可谓好学也已矣。临子夏曰：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，人在其中矣。临子夏曰：百公居士以成其事，君子学以致其道。临子夏曰：小人之过也必闻。临子夏曰：君子有三辩，望之俨然，及之也温，听其言也利。临子夏曰：君子信而后劳其民，未信则以为利己也。信而后见，未信则以为谤己也。临子夏曰：大德不逾贤，小德出入可也。临子游曰：子夏之门人小资，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，亦莫也，本之则无，如之何？子夏闻之曰：一，言犹过矣。君子之道，孰先传焉？孰后倦焉？辟诸草木，屈以别矣。君子之道，焉可污也？有始有促者，其为圣人乎？临子夏曰：事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。临子游曰：丧志乎哀而止。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, Pauli Li, 2006年12月28日。34。临子游曰：吾有章也，为难能也，然而为人。临岑子曰：堂堂乎章也，难与并为人矣。临岑子曰：吾闻诸夫子，人未有自治者也，必也亲丧乎？临岑子曰：吾闻诸夫子，孟庄子之孝也，其他可能也，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，是难能也。临孟氏使杨夫为士师，问于岑子。岑子曰：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。临子贡曰：昼之不善，不如士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焉。临子贡曰：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。过也，人皆见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临魏公孙朝问于子贡曰：仲尼焉学？子贡曰：文武之道，未坠于的在人。贤者识其大者，不贤者识其小者，莫不有文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学而
亦贺长师之友。林叔孙武叔与大夫于朝曰：“子贡贤于仲尼。”子夫景伯以告子贡。子贡曰：“辟之宫墙，赐之墙也极坚，窥见世家之好。夫子之墙数仞，不得其门而入，不见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，得其门者或寡矣。夫子之云，不亦宜乎？”林叔孙武叔诲仲尼。子贡曰：“吾以为也。仲尼不可讳也。他人之贤者，丘陵也，犹可与也。仲尼，日月也，无德而于焉。人虽欲自觉，其何伤于日月乎？多见其不知量也。”凌晨子禽谓子贡曰：“子谓公也，仲尼其贤于子乎？”子贡曰：“君子一言矣。谓之一言以为不知，言不可不慎也。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由天下之不可接而深也。夫子之德邦家者，所谓立之思立，道之思行，随之思来，动之思和，其生也荣，其死也哀，如之何其可及也？”尧曰：“第二十。”灵尧曰：“兹耳顺，天之利数在耳躬，与直其中，四海困穷，天路永终，顺义以命与。”曰：“与小自履，敢用玄武，敢昭告于皇皇后帝，有罪不敢赦，帝臣不避，简在帝心。正宫有罪，吾以万邦，万邦有罪，罪在正宫。” World at Kuangtao Headquarters, Pauli Li, 2006年12月28日。三十五，周有大赖，善人事父。虽有周亲，不如人人。百姓有过，在于一人。谨权量，审法度，修废官，四方之政行焉。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一民，天下之民归心焉。所重民，食丧祭，宽则的重，信则民任焉，敏则有功，功则说。林子张问于孔子曰：“何如斯可以从政矣？”子曰：“尊吾美，平四恶，斯可以从政矣。”子张曰：“何谓吾美？”子曰：“君子惠而不废，劳而不怨，欲而不贪，泰而不骄，威而不猛。”子张曰：“何谓惠而不废？”子曰：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废乎？则可劳而劳之，有谁怨？欲人而得人，又焉贪？君子无众寡，无小大，无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骄乎？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，俨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？”子张曰：“何谓四恶？”子曰：“不教而杀谓之悦，不戒事成谓之暴，慢令至其谓之贼，由之与人也。出纳之令，谓之有司。”林子曰：“不知命，吾以为君子也；不知礼，吾以利也；不知言，吾以知人也。”